大家看到了，这个我们将用呢更加智能的设备、更加完美的连接，以及更加强大安全的基础设施，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简单、更加方便、更加美好。在场的用户和粉丝们，我希望听到你们的声音，请到我的微博、推特上呢留言，告诉我你喜不喜欢今天的大会，想不想每年都来这样一次狂欢？ 作为回报，我想给所有到场的粉丝，每人送一台联想手机。So, thank you for sharing today. So let's use a perfect selfie to end today's great event. 今天的这个大会就到此结束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谢谢大家的光临，下明年再见。